商业罪案调查科怀疑他们跟几宗内幕交易，以及造势案有关。这有什么秘密？明天留意一下公司股票。以执法之名，被称的一块窃取私隐，是不是删了的？为意识贪念，全部财产。你总深陷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们已经陷进去了。为什么这段没有记录？这种事是骗不了人的。如果工坊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到楼吧。 要骗就骗到底吧。刘经理，我现在要你们所有成员的资料。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对与错。顾天乐，你干嘛还要去碰他？你知道自己是警察吗？我一定会有办法可以帮他。吴彦祖，你被人跟踪，马上回警局。喂。行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窃听风云，周六晚上天硬频道。